如果每个人注定要衰老，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做福利时间了。多一瞬色彩，告诉聪明的人。我们有公众跳点吗？我们跳哪里啊？我们怎么都跳了？我们想去 P 城。P 城到我们这里远一点。记得下课程。就是我，就是花千，哈哈哈哈，是苏烈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海岛核心啊，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新的，有很多特殊基因跟演唱会，还有各种演唱会的一个元素都结合在一起，没错，对。现场也来了很多的这个火星特种兵，也给爆发准备了相当多的惊喜。有几条重要的信息，我是一定要给爆发听的啊。你说因为火星让你感觉你的2023圆满了，我想说因为你，我的2023也变得特别的圆满。希望我们的日出演唱会顺顺利利，祝傲天哥哥生日快乐，在海岛上少一秒溜。第二条，祝宝贝能时刻开启飞行模式和按下拒绝按钮的自由，在花开时也能与美好的一切相遇。非常温暖的一句话。好，我们的第三句，阿飞生日快乐，继续做自己，继续向前走吧，火星人会跟在你身后，今年一起去海边完成看日出的约定吧。好，这也是我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做这件事情，要完成，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约定。是的，好的，那在这儿我们也同样跟正在线上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说，我们下次再在海岛相遇，好吗？拜拜，拜拜。好多漂亮的礼物啊！但没过过生日，快过我生日了。哎，不过也快过生日了。你知道他们怎么着吗？啊！你好呀！老弟，这是歌迷送的一整只烤全羊。哇！要不然我们大家一起吃吧。多吃点，长胖点。好，来，老师啊，